肩膀这边打直，预备开始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来转过来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有进阶到这里了。你看你这个肚子又凸出来了，干嘛？抬头挺胸，背打直。是不是？从明天开始一定要注意到这些了哈，今天就训练到这里为止了哈，明天再接再厉，让没有？那妈妈给你做个什么？想吃什么？拔丝香蕉。对，妈妈马上去做哈。哦，大家好，之前看到王刚老师做了一道拔，看没看？重来，重来，重来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心燕。前段时间看到王刚老师做了一道拔丝香蕉，今天准备给小朋友做一道拔丝香蕉。是我说还是你说？当然是你来说。今天准备给小朋友做一道拔丝香蕉，我也是第一次做拔丝香蕉，我也不知道我不会翻车。那我们现在一起去做吧，来，走。慢点。吃的，对的。哈、啊。
中第一次做拔丝香蕉，我看着就好想吐。哎，做的太失败了，要不要尝一口？大人先优先。天哪，哪里有丝啊？这叫丝儿。哪里有丝啊？这个拔丝。